好，大家看到现在呢，这个是特别大的雨啊！我现在这个正好在高速上面，我的速度已经这个降到这个100以下了，因为这个120的高速。然后呢，旁边是有大车，我现在把速度降下来，离他们远一点。然后顺带我跟大家这个讲一讲，上了高速，尤其是遇到下雨，到底这个什么颜色的车会更安全 ，CP 度更高。现在看到这个大车是这个红色，但是后面是灰色的。现在前方这几台车呢，基本都是深色系的，谁更明显？谁不明显？其实这个并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一眼看过去，右边车道又来一台白车，是不是？白色的车是不是这个最显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在遇到这个下雨啊或者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车，这种浅色系的、红色系的或者这个橙色系的，它确实相对它是这个更显眼，识别度更高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过去的这个深色的车是没有开双闪的，然后再看这个红色的车开了双闪，红色的车呢也相对这个颜色比较明显一点。所以你与其说哪个车的颜色最安全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，每一辆车开雾灯，其实雾灯它的亮度甚至可能要赛过刹车灯。最关键是大家看到那些变道的车，刚才也开了双闪的变道车，你知道谁要变道吗？反正我是不知道他们这个谁要变道，因为他这个双闪一直开启的，包括这个你看我前方这个车它先变道。他现在这个没有开双闪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变道，我就明显知道他是变道了。所以呢，这种情况下，喵哥再次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下啊，虽然说同等条件下，白色、红色、橙色这些车子相对会比较显眼一点，而且白色是最显眼的。但是所有的这个显眼，它都不及你的这个灯光来得更实在。尤其是我再次给大家强调，雾灯、雾灯、雾灯，重要的事情。讲三遍啊，我一路上高速开过来，这个天这么暗了，而且呢这个雨一大一小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这种情况下不然我开雾灯，没人开雾灯，我在高速上开那个车，我感觉我很孤单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个神经病，人家觉得哎，这是神经病吧，前面这个车这么开，这个灯开这么亮，而且关键是他没开双闪，我们那天都开双闪，他为什么不开双闪？他肯定是这个小白司机交通盲，只知道这个开个灯，就不知道这个开双闪。所以我再一次在高速上，我用这个实力边开边讲，给大家这个讲一讲，车身颜色很重要，但是正确使用灯光比颜色重要太多了，尤其是雾灯跟双闪之间不要滥用，雾灯的警示作用比双闪强太多了，它只要不是说开车睡着了，只要不是瞎子，他但凡能看见双闪，他肯定是优先看见你的雾灯，不是不要双闪，双闪是留着这个紧急情况用，比如说你遇到问题了你需要这个停在这个紧急停车带上，或者说你走不起需要这个警示后方车子的时候，再辅以双闪的话呢进一步去增加安全程度。灯光并不是开得越多越安全，你不要说我把所有灯开起那肯定安全，而是合理的使用灯光才是更安全的做法。现在的时间是正好是下午2点，大家看到了啊，你再看看这个天，2点钟就是这个接近这个季节晚上7:30的天，就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这个不开灯的，我就不知道那些人脑瓜子是什么想的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过了雨区了啊，现在这个雨已经非常小了这个时候呢天色非常暗，同样的你可以这个保留你的这个雾灯，提高警示作用。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对你有帮助，给喵哥点个赞，你也赞同喵哥的观点，给喵哥给个关注。